爸爸爸爸，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有两个爸爸？狄老师，狄老师，你快来呀！我来了，无极超赛怎么了？哎呀，狄老师，你快看，我爸爸这是怎么了呀？啊，我看看。哎呀，不好，肯定是昨天你爸爸打怪兽的时候被怪兽下了毒药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啊，爸爸中毒了，那到底哪个才是我爸爸呀？哎呀，这个老师也分不清啊，你快去找你的爷爷，他能帮我们解决。啊，好的，我这就去。哎呀，爷爷，你快点呀，你快点。爷爷来了，怎么了，孙子？哎呀，爷爷，你快看，我爸爸昨天被怪兽下了毒药了，变成这样了，你快帮忙看看哪个才是我爸爸呀？什么？我儿子被别人下毒药了？我看看。哎呀，这两个怎么长得这么像呀？爷爷也分不出来呀。别担心，让我用咱们家的宝剑试一下。哎，我就是赛罗，小淘气，新生代全都是我小弟。如果谁要是不服气，揍得他像熊二丢了蜂蜜。哎，赛罗，赛罗最喜欢格力，光之国的英雄是最有实力。投标一发射我当武器，无限形态展现我战斗实力。看我赛罗宝剑的厉害。哎呀，爷爷，你快醒醒，怎么有两个赛罗呀？到底哪一代才是我爸爸呀？